因为说句实在话，以后这个说相声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少了，啊，因为不是说什么您别不用说实话，您现在就不怎么说相声的，啊，不您是，除了录节目就录节目，您说什么相声今天这场演出演完之后呢，以后可能就告别相声这个舞台了，啊，啊？哎，不，您，我拿他砍你了，我跟你说。好什么好？我饭碗都砸了，你们还好呢？还，没有您没等会儿，有啊，别介，怎么今儿完了就告别相声舞台了，不演了？不是，因为我觉得呀，就是说了这么多年相声啊，我感觉相声它束缚我，你知道吧？哦，您说就是捆绑吗？就是啊，我对知对道。对对对，不是咱俩玩的那个，哦，是不这对个是不不一样啊。我记得我带那蜡呢。行了行了，哦，没，去你的吧啊！行，干嘛老让我们拖呗？真是的。关键脱了就看见捆绑了，你们他不是钱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是吧？是很多钱的问题，是吧？知道吗？不是您，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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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说正事儿说啊，正这牵扯，我这都要退出相声界了，你们怎么一点不往心里去呢？你他们们要欢呼，不是咱这不是开玩笑啊！真不是啊！您昨天的唱京剧那都开玩笑，嗯，您今天这怎么不说相声？您还能干嘛？你别的行业也有那么好的爸爸，您啊？哎呦。这话就跟我一直靠爸爸似的，确实是，啊，我，所以说嘛，我洗脱我这个名声，知道吗？您有什么名声啊？您对不对？我打算了啊，以后就不说相声了。您干嘛呀？干点别的也行啊。干什么呀？你看我这个条件啊，看我这条件，什么都干不了。我有特长。没有没有没有。哦。就是深呗，就是啊，不是您怎么您指喉咙干嘛？这是啊，不是我，行这儿好，你知道吗？我这儿好，哪儿好？您脖子好管什么用啊？这个里头好啊，不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您这听人说我嫂子好，您甭说那个哥，这，别开玩笑，您就直接说你想干嘛？嗓子好。以后我不打算说相声了，那你干嘛？唱歌去，唱，又开始胡说八道，是不是？干嘛要又啊？您唱什么歌啊？您流行音乐啊？你还流行？您穿着大褂还流行音乐？穿上是啊，脱了不就不是了吗？是不是？就不能拿这话勾你们，你知道吗？我们这节目呀，有100多凉活的，真的是吧？不是我流行，你没看出来我身上有流行元素吗？没有，您好唱个戏什么的，没看您有流行因素。那都是表面，实际呢？那都表面啊。知道6年前啊，六年前干什么？你们想，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6年前，退学了吗？退学是明面上啊，实际啊，出国深造。哦，哎，那您就是你爸让你跑路了呗？就是对。什么跑路啊？就是国内待不下去了，国外进修。您国内连初中都没读完，您上哪儿进修去啊？您考什么？你也让您进修不了啊？我所以啊，所以这不流窜到国外了吗？哦，对不对？你就美国知道吗？美国烂桃，你去过没有？什么叫美国啊？没文化，美利坚合众国。这哪村的娘们儿？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兼合众国，美国，您上美国去了？我美国留学去了。您美国哪儿留学呀？美国波士顿，那是个大城市。听咱这美腔啊，波士顿，哎，您这还像大兴那边的。波士顿，波士顿有一个波士顿，波士顿套吃，哎，套吃啊，波士顿电视台吃西红柿，哎，波士顿有一个 Berkeley， 这我们什么？波士顿有一个 Berkeley 什么？伯克利音乐学院。哎呦，那我知道，那是流行音乐最高殿堂了。现在流行音乐就那儿最好。我知道啊，我在那儿上学。这你爸又花多少钱呢？这是干嘛非得花钱啊？您不花钱，让您上那儿烧锅炉啊，在那儿。我上去，我进修，我烧锅炉去。我波士顿冷啊，波士顿是他爱、哎、冷去。哦，我暖和。哦，波士顿，嗯，我跟你说，那个伯克利，我们那学校可能知道人也不多啊。嗯，我说我们的同学啊，嗯，那个谁，红红，是吧？红红谁啊？红红，对，您说小丽，小丽，王小丽啊？啊，
那在沈阳啊，那的啊。那能上伯克利吗？那个我不知道，他也是那儿毕业的，那是他象牙山音乐学院的，那是这个。我们力宏啊，王力宏啊，啊，王力宏叫红红，红红同那同学，王力宏是您同学？同学，哇，还有那个鸟叔知道吗？韩国那个？对对对对对，他也伯克利的，伯克利的，你们仨是同学呀？我们仨同班同学，你们都信吗？他说这个。你看看，哎呦，这我都头一回听说。真的，我那儿上的课呀。那您要跟那儿毕业，那您应该是造诣很高，对吗？啊，我回到国之后，你还不许我发展一下音乐事业吗？我这不知道郭麒麟有这么大能耐呢。真是的啊！我从那儿回来之后没别想法啊，嗯，就是想推广我属于我的音乐。您在美国就没人请您？在美国回国，我说美国好多地儿都请我。美国好多地儿，什么地儿请？超级碗，知道吗？我知道。就是那个美国那他们那橄榄球有一个炸酱面吗？不是，超级碗那叫海碗居，那个跟那不一样，哦、知道吧？哦，不是岳云鹏打工那个，不是那岳云鹏能在超级碗干嘛呀？这超级别拦着呢，超级碗这个、嗯、啊，超级碗啊，就是没有不行的，我还进军那个呀、啊。对，他去超级盆还是我、哦？我是超级碗，超级碗我知道，美式橄榄总决赛。对对对对，就总决赛啊，总决赛中场休息。哎呦，那个明星都上来、啊，那不是天王巨星都没法跟那演。美国的春晚，那比春晚厉害，知道吗？人家上的不花钱的。我超级碗唱过，什么？你这我挡了给你啊！我踹死你！这我超级碗知道吧？你超级傻，你这超级碗啊，胡乐乐，您在这不是你知道什么角上超级碗？迈克尔·杰克逊的在上超级碗的才不是哦，你知道超级碗是吧？我知道哦，那我没上过，就知道诈骗这劲儿跟你爸一样的吗？你他知道这是对，我爸一般都说一个大伙儿都不知道的，大伙儿就信了，你知道吗？不是这没超级碗没去，那回请我来着。哦，请您了，我不乐意去，档期不合适。哎，不行，还有推的超级碗的，还有超级我不去。哦，有那个 Victoria Secret 知道吗？不是，咱们拿国语交流，咱拿国语交流，什么意思？维密啊，就你爸老看那个，我知道。我知道他一般不让我看，我也不是是什么。行，不、哦，就是有走秀。哦。你也跟着走秀、哎、我别走秀啊、哦、没有我穿大我大翅膀谁看我呀我说维密没有秀捆绑的我对呀、啊、他们秀我唱啊哦知道吗他们那儿秀我旁边唱、哦、嗯一会儿就把你轰走应该啊行人维密那么多大妞穿成那样人看你啊人家哎看不看哦维密你也推了我这么好的能耐我能在美国唱吗您呢爱国我是中国人我要回国唱啊！奉献您的艺术，多新鲜啊！德艺双馨，您好吧？啊，回国，落地北京。啊、北京我得唱，回北京唱。你要唱歌，现在大伙都是演唱会，你都得有一个标题。哎，对了，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德云社今年这什么成立20周年，回北京先您回来您啊，就先有一标题，对，多新鲜，啊、有一标题。嗯，我办演唱会嘛。啊，德云社成立20周年系列演出。对对对，对不对？你包括人家歌星也是。嗯，周杰伦叫什么呀？叫什么？地表最强。没错。张学友啊，学友经典。嘿，陈奕迅啊，别样人生。您这叫禽兽不如。来这个，您把您这个人性说出来了。就您这还从伯克利回来的呢？伯克利啊，人家那多好听！什么？您这演唱会叫禽兽不如？对呀、啊，这什么意思？这好听吗？这个一看不懂，一看就不懂啊！我跟你说，在自然的世界当中，嗯，大自然中什么力量最了不起？什么呀？就是自然的力量哦，懂吗？我知道，万物啊，嗯、万物都有它的声音，对，就是飞禽。哦，走兽，我知道，化鸟鱼虫啊、嗯，就这些个东西啊，嗯，声音都不如我。这些个禽兽都不如我，禽兽不如。啊，你听着掌声，你听，各位，你看看这是，你看，各位，这个、您也就是个初中文化，我跟你懂吗？有、哦、禽兽不如，有深意，就这个文化不批吗？就这个名字，批呀、啊、批！我跟领导说，我跟领导说，我禽兽不如，知道吗？哦、我。哎，同意了，也是他们不批，他怕您变禽兽，你知道吗？啊，同意，我唱啊。哦，郭麒麟禽兽不如演唱会，禽兽不大标题，大标题。哎呀，我的天！咱既然办演唱会，嗯，我就得赶紧先找几个妓院，我看一看，我是哪儿在哪儿来啊？越说越不像话了。什么？找什么妓院？这一看就从美国回来的，妓院，妓院那是美国啊，
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知道吗？这是中国，我们这表面，我们这哪有妓院？我们这不是你一下正经，我有点受不了啊！你哎，你是个演员，你没去过妓院？没有啊？不是，咱前桥蹲着对过那个那关门，不是你知道？你这。什么哪儿有？这天桥对过哪儿有？就什么？斜对过，斜对过啊！你去你的！九幺七车站对过那个，那是剧院，天桥剧院，剧院。对呀、啊。哦，不好意思，我这离开咱们祖国时间太长了，时间太长了，舌头有点捋不直了。好嘛，剧院，剧院，您说清楚了啊！不好意思，天桥剧院啊、北展剧院，国家大剧院，大剧院。你别给你爸爸招事了，好不好？好，不是我的个天，我这汗都下来了。我不懂啊，我不懂。嗯，就对我是得找个地儿，我得唱啊。啊，找一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就可以了。您这个身份不行啊。国家大剧院多少个座啊？那是最大那个音乐厅，三四千人呢。三四千人啊？三四千人是给我这种量级的明星演唱吗？您去不了那儿，我您应该天桥乐，您应该是。求200人，我上那儿唱去，那演唱会啊，那不行啊！我体育场，我体育这个音乐厅都装不下你了。多新鲜！我那个粉丝太多了。哎呦，全球赶来的，对，全世界都喜欢。哦、要非得看禽兽，都上这儿来了，知道吗？哎，亲命！大体育场，大哪儿啊？工体，工人体育场，我怎么样？你等我劝您先宅个小的行不行？我就得去工体。工体卖满了6万人呢。怎么照卖啊？哦，照卖啊！哦，怎么样？您上工体？哎，我上工体。您的籍贯是什么呀？天津啊。那您胆儿够大的，您还真是。我赶那个没有球的时候。哎，对对对、啊，你就敢夜里去，你知道吗？哎，管不着。嗯，我唱歌谁拦着我呀、啊？也是，艺术是相通的，是不是？啊，工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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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万人啊！啊，六万，说是六万，嗯，没人卖了6万，那真是，对不对？啊，你看球行，这一圈全是人。对。你看演唱会，他得搭台吧？哦，对不对？这个长方形的场地外边围这一圈，这台要是在这边，这后边都不能卖。罢了，这是专业，这都不能卖。嗯，所以我得封票。封票、哦，哎，我把这一圈全封上，你知道吗？哎，全封上，我就唱。中间就您一人。哎，我就一人。您就是工体保洁那大妈，您知道吗？您什么玩意儿？您得卖票啊！我能全封上吗？啊，全部封上。6万人。六卖，看我后脑勺卖。知道吗？看后脑勺都卖，靠后脑勺卖，哎呀，得卖啊！啊、嗯，我得上那，我得先踩一踩场地。什么叫踩一踩场地？多新鲜呀、啊！你到哪儿演出，你不得先看看这剧场设施怎么样？哦，就跟彩排似的。我们唱歌不得看看音响好使不好使？哦，大 LED 屏怎么搭？不得到那儿看看去吗？看专业这是、嗯，真是。嗯，到工体，嗯，我从家出来啊，啊，从家出来坐地铁，然后坐到这个东四十条啊，从东四十条下来呢，打一个蹦蹦，来过来，从这儿到这个工体多少钱呀、啊？15走不走啊？滚！我们这儿都20，真贵、哎，不错。您这么大圈，工体都办演唱会了，您打个辈儿上工体是吧？低碳啊，低碳环保啊！这太低碳了，您不至于这样去、啊。后来他非得贵5块钱，我就没坐，我走着去的。这什么？是吧？这什么角儿啊？这是？来吧，到工体，嚯！啊，铁工体北门进去一看，啊，我进去就看工体这设施啊，嗯，感觉不行。工体您也瞧不上？太小。您还嫌小啊？而且灯光也不，灯光太暗哦，它闷的哈。哦，灯光一闪一闪的，知道吗？好多大妞啊，在当间那跳，哎，跟那儿跳。我这把他们请到我的卡座来。禽兽，禽兽，禽兽，您等会儿，禽兽，您等会儿。什么？您去的是哪儿啊？工体啊。工体，您去工体那夜店那是？您说这是 VIX？ 哦，那走错了。不，我没去过，我不知道。谁信呢？你没带我去过，你是？喂，傻帽，谁带男的去啊？你真是这人，你真是。您不能上夜店，你是出，您就出来奔对门啊？走错，我奔对门去啊、哦。对过那妞比这边那是 Mix 那边，出来奔体育场，奔右拐。啊，走错了，哎，奔体育场去吧。嗯、哦，就那碗是吧？哎，对，进去一看，哦，财神。足球场是真的，一看好这么好的草地，嗯，不办演唱会都可惜了，你知道吗？这挨着吗？哎呀，不行，我得来吧，嗯，跟这儿唱吧，啊，刷海报，
哦，有海报打印啊，嘿，海报现在都打印，嗯，过去细报才刷呢，哦，打印宣传，哎，把标题写好了，嗯，禽兽不如，继郭麒麟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一站北京，嗯，哎，我认为啊，您不从美国回来吗？嗯，您还是倒装一下，倒装啊，郭麒麟禽兽不如演唱会，哦，哎，也可以，也可以，嗯，好，第一站，哎，售票，哦。这票还第一站，多新鲜，啊！全球都有。全球第一站是上来在北京，哦，哎，第二站是东京，哎，哎，第三站呢是柬埔寨，完了第四站的叙利亚，然后第五站没有第五站了，没有第五站了，第四站就轰死您，知道吗？不动，你都不动，知道吗？嗯，我就得一站一站的演。哎呀，哎，从东四十条、东直门，完了之后再往那边再走。哎，对对对对，是吧？反正演好啊，啊，你甭管，你都不懂，哎，你都不懂，嗯，卖票吧，禽兽不如，大麦、永乐同时挂，一块来，一块来啊，开票吧，嗯，六万张票，怎么着？刚一开票，59秒卖光，嘿，怎么样？您这个时间真统一啊，嗯，哦，就得59秒，五十九秒，哎，六万人就伺候完了，啊，对，啊，不是，我就说不是，不是。59秒，六万人把票都抢光了，买光了。哎呀，就看我呀，嗯，都得看我。大麦瘫痪了都。行了，嗯，踏实了，来吧，票也卖完了。嗯，我在后台，我这个量级，我得有 VIP 休息室。那肯定，你有独立的化妆间，自己一个人跟别人在一块算什么呀？那是自己一个人。嗯，哎，往那屋里一躺，休息。嘿，没一会儿外边有人敲门，嗯，给我气坏了，谁敢敲门？一般都预约。我这么大角儿敢随便敲门？打扰休息。当时我就不开心了。嗯。我是你爸爸，谁看同行的，哈，跟我玩伦理人啊！我是你爷爷。哎呦，爸，您来了！嗨，这和真是你爸爸是？再看我爸，怎么多年没人敢跟我说这个？我一说，是吧？也就你啊！进屋找个地儿一坐，嗯，不说话，我们俩谁也不理谁啊！哟，坐这儿还把烟掏出来了。哟，这郭老师。不是你说这郭老师轻易不抽烟，这碰着难事儿了，这是啊！您这是于谦儿，这真是郭老师。我看得见头顶，我看得见头顶啊，是吧？过20分钟啊，这个儿子，实话实讲啊，嗯，这么些年爸爸对你也不错，是吧？养儿千日啊，用儿一时。你办演唱会，你就是你禽兽不如那天呀，爸爸在北展也有一个演出，就是专场，北展专场吗？爸爸这么多年在北京，实话实讲啊，捧爸爸的人也不少，是吧？但你说你咱俩同一天，我在西边，你东边，你弄一这个，我就怕到时候我那粉丝都看你去了，你知道吗？是啊，啊，你看，反正你看行不行？你看行不行？就是错一天，哎，这天呢，你先别禽兽。是吧？这天让爸爸先来，是吧？让爸爸先来，就你爸让着比你禽兽不如。哎，完了，你再来，你看行不行？哎，怎么办？罢了，这也就是我亲爹。哎呦，换二一个我也不干啊。就是郭德纲现在都得跟您赏着，都给怎么办？跟那个演出方说啊，王小宁，我给我爸让道，让道，寸一个月。那忒麻烦了，这6万块钱票钱再退给人观众。什么叫6万块钱票，啊？不就是6万。六万一天啊！你这样在伯格里就得烧锅炉，你这样的知道吧？就6万观众的票再退给人家，凭什么？你不演了，你不退给人家？凭什么退？买了我们家的票没有退的，知道吗？是啊，我不管。我说先别说你们这，就您这6万人买了就不演也不退，不管再开新票还得买。哦，您真是禽兽不如，您真是啊。还没，赶紧开票吧！啊，往后挪一个月再一开票，59秒，嘿，票卖光了。你这个病情真稳定了，啊，大麦网站都瘫痪了。哎呀，瘫痪，行了，啊，这回踏实了。啊，行了，我郭麒麟禽兽不如演唱会，哎，推迟一个月，哎，推迟一个月。嗯，行，我带着我那些个，我有团队啊，那肯定，我有团队，嗯，还有一些个什么那个演出方啊，嗯，什么的那个就是投资人、注资人，哎，我带着我的投资人，哦，我们找一天啊。我们要开一个会，商量什么事儿？哎，商量明年这个环球我们这么一个商演怎么办？啊，全球推广。哎，找个地儿，我们边吃边聊。嗯，啊，跟那儿聊好了。嗯，我说那个 Steven， 明年啊，这 Steven 不是骂你那个吗？这不是星厨那 Steven，不是那个，另外一个，我们一个投资方啊。Steven， 那个明年啊，明年欧洲这个圈你来顶。哎呦嚯，好吧，你这个投资，明年我觉得咱们欧洲走几个国家，
投资不要下2亿啊，好吧，不要下2亿、嗯、到时候我说肯定让你把2亿赚回来，好不好、嗯、还有那个叫着叫着那个明年北美好吗，北美几个城市包括什么加拿大呀美国这些个城市你来负责、嗯、啊，这个一个一起好吧，咱都商量好，反正这次咱们在北京演呢到最后也赚不了多少，也就赚个2000来个吧，2000来个啊，但是到时候咱不会赚钱，咱就为扬名，早好明年好干，好吧，咱们要既然都说定了啊，咱们做得了是吧，啊行，那个没鸡蛋的那个给他，我是那个加薄脆那个给我，你知道吗，那个你们仨死不死啊你们，我吃上这么大买卖吃摊煎饼是吧，啊对啊对啊对啊，这是什么推广会，这是我们三个老乡，天津老乡啊，亲命好这口，有多少钱不在我就好这口，不你们骗子啊，行来你我来那个少要面酱的，我来这接过来一看，哎呦这包煎的这纸写着四个字，什么呀，禽兽不如，对，哎不对，子定您等一会儿，别你把我脑袋咬下来了，您等一会儿，拆开一看，这不我那海报吗，这怎么包煎饼了，怎么这样了啊，老板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把我海报包了煎饼了，不是我摘的，环卫摘的，你看看您的海报吧，从这儿一直堆到东直门都是你海报，你全给撕了，这怎么回事，这个这演出商的事儿啊，演出商怎么把我海报都弄下来了啊，我得找他去，你问问去啊，赶紧问国贸37，哦，这公司写字楼，他那儿有一办公室啊，当当当，我上楼，哎呦，到他那屋门口，咣，我就给踹开了。你太不尊敬人家，我这海报拿过来，团成一团，啪就扔他脸上了。怎么回事？不说好我跟这唱歌吗？怎么把我海报都撕了？我跟你说，他是没见我发那么大的火，嗯，他哪见过这阵仗？是，当时给他都吓傻了，脸都红了。嗯，滚蛋！你说这贱样儿吧，这啊！赶紧坐电梯下楼，下楼啊！在门口抽了5分钟烟，上来坐电梯上来敲门，当当当！我能进来吗？滚进来！跟您开玩笑呢。您看您说您这人，我不是别不识逗是不是？这不合适啊，是不是？您还给人捏脚的是了，您赶紧问正事儿吧。这，咱们说好了吗？啊，说好，我跟这唱啊。怎么突然给撕了呀？对呀、啊，人们最近那个朝阳文伟找我来了，嗯啊，说最近扫黄，你这个演出得往后拖一拖了啊。我们前2天刚跟这个周杰伦的团队接洽完，哎呦，这次办他们这个演唱会，那肯定的，给我气坏。谁？周杰伦是不是？周杰伦干演唱会？你说别人我还琢磨琢磨，你跟周杰伦说是我在这儿唱了吗？哦、啊？我跟周杰伦，我们过命的交情啊！嗯，他要知道我在这儿上，他不能来啊！你等着，我给你打一电话。我没有他电话，人跟不认识你，根本就这你怎么能接他呢？对不对？你请你等着啊，等着，赔死你，赔死你！人做你才赔死呢，这人姐这屋出来，我这运气呀！您甭运气了，正好让周杰伦唱，您就甭唱了。怎么？我不唱。你怎么体育场上人家站了，你还唱什么呀？凭什么？凭我是能耐，我是能耐专门为工体学的是吗？我能专门为那儿学的，那怎么办啊？那儿不能唱，我上别的地儿唱去。那您改哪儿唱啊？鸟巢。您越说越大，工体6万，鸟巢10万呢。10万呀、啊，就为跟他较劲。跟他较劲，当天、哦、同一天啊！哎呦嚯，周杰伦工体，我鸟巢，就呛着火。他地表最强，我这边我禽兽不如。好，太好了，对不对、啊？地表就你们俩了。哎。我跟他正经。对对对，那你问问海淀区扫不扫黄？你问问、嗯、问不扫。哦，那你爸给海淀区塞钱了呢？啊、就是、啊！我鸟巢上，让鸟巢上。哎，鸟巢上，鸟巢上，10万人，10万人卖上来，就得这么卖。嘿，好好，太好了，卖票吧。嗯，刚往网上这么一挂，嗯，59秒，卖干净了。嗨。人一多时间也不减，还是、啊、不减，嗯，买干净了，嘿，这回行了，嗯，踏踏实实的，太好了。哎，我就问你啊，嗯、你说，嗯，周杰伦那边啊，嗯，我打听了，怎么着？周杰伦 VIP 的票，嗯，卖1980啊，一般都这价，我得卖多少钱？您跟周杰伦呛火是吧？多新鲜，我跟他较这劲。那周杰伦 VIP 要是卖1980，我建议您啊，20一张。20一张，门口让你爸给每人贴个手机膜。哎，差不多。他1900，我20。废话，1980那是周杰伦，那是。我们俩凑2000块钱是怎么着的？你爸还有手机膜呢。你是人吗？你我能这样吗？啊，他1900，我卖8000。周杰伦 VIP 1980，您 VIP 卖8000，
什么？谁说 VIP？VIP 8000嘛，不分前后排，进屋就8000。工体10万人，8000一张票啊！鸟巢、哦，我又说错了。这给我换凉活的，这不行啊！这个脑子跟不上，这不行，这个。他们家不对吧？就我关键我让这都我的歌迷，这都是你知道吧？我都吓糊涂了。鸟巢10万人，一张8000，8000。好，您这拉动 GDP 了，您这都真是不分前后排。哎呦，进去就8000，进去就8000，59秒卖完了。哎呀，卖完了，要了亲命了。好，行了。哎呦，我演出是晚上7点半，嗯，打早晨8点起，嗯，观众就开始进场。怎么来那么早啊？先到先得，不分前后排啊。也是，8000坐上面多亏呀。对呀，啊，先来坐头里啊。打8点开始进场。哦，你早晨8点一早啊，嗯，当时就给我吵醒了。我说怎么来这么早啊？你说，哎，您先等一会儿。你们多卷儿，您等一会儿。啊，怎么了？有个小细节啊，这个。早上8点，嗯，观众入场，对，把您给吵醒了。没错，您跟哪儿休息呢？售票处啊。售票？您这么大角回别墅啊住过？怎么在售票处住啊？不是，你不明，售票处有空调，你知道吗？我在那儿，您连空调都装不起，您卖人票卖8000一张？你懂，环保哦，那加氟是那加氟知道吧？哎呀呵，我为了保护臭氧层，你这，哦，这不懂。就您在售票处。我在售票处。在售票处。哎呦，观众呼呼的进啊。啊，这太好了。嗯，行了，那观众看您刷牙了都。不用，他们都跟里头坐着。嗯，牙牙叉叉坐好了。哎呵，刚坐好，嗯，又来十万人，站在鸟巢门口，我要看秦少。啊，我要看郭秦少，我得看他呀。哎呦呵，非得看我。啊，好家伙，给鸟巢的负责人急坏了。是啊，没来过那么些人啊。啊，这怎么办呀？这个啊，我给出主意啊。嗯，卖站票。怎么卖站票啊？哎，你不能说光是座吧？啊，座边上呢有过道吧？哦，过道站满了人，这卖多少钱一张？8000一张啊。站票也8000，不分前后排。哎呦嚯，这10万人刚进去，嗯，又来5万多人，这干嘛？我要看秦收，我们要看秦收，他们也来啊？怎么办？这没座了。没关系，嗯，卖蹲票。蹲？什么叫蹲票啊？你想啊。两个人往这一站，肩宽腿细，嗯，两个人当间蹲一个，两个人当间蹲一个，嘿，往里走，哦，8000一张，也不分前后排，不分前后排。哎呦，这5万人刚蹲好啊，啊，又来5万多人。哎呦，我们要看秦收，我们要看秦收，又来了，这怎么办？买趴票，趴票。哎，你看观众座那底下都空着呀，啊，打最后一排，匍匐前进往前爬。哎呦嚯，趴在座底下看。哎呀，8000一张，也是8000，概不退换。哎呦嚯，这些人刚弄好啊，嗯，又来了10000多人，还有人，这都拿着手枪来了。哎呦嚯，我要看秦少，看不了他我就自杀。哎呀，非得看，没地儿了，负责人就哭了啊，实在没地儿了。嗯，我出主意了啊，卖吊票。对，像你唱卖吊票，老观众都知道，人马三立的卖吊票，人有电扇，吊电扇上。那是我爸吊电扇上啊，在马三立挂墙上。挂墙上不是工体工什么鸟巢鸟巢。我因为太爱周杰伦了，你知道吗？鸟巢。再给你一次机会啊。鸟巢啊，据我所知没掉过人啊。呸！哎，没看过奥运会开幕式吗？那李宁怎么上去了？哦，对不对啊？这10000多人全给掉出去，这卖多少钱？也8000，这得卖10000一张。怎么多2000？还2000威亚钱呢？嘿，哎，这10000人上面来回转圈啊！我的个天，转圈，跟这边跑啊，跑啊！这全是各公司老总是吧？行了啊，这回我踏实了。开始吧，开始。先跟后台休息。晚上7点半开始。嗯，我5点钟吃完晚上这饭之后 我得先化妆。嗯，先化妆。哎，跟这化妆，昨晚晚上唱什么？嗯，第一个节目呢，我挑一歌。第一个节目，我头一开始7点半开，我先唱一个《春天里》。哦，我知，跟那孟鹤堂唱那个。跟他那能一样吗？哦，不一样。我这好，我这正经《春天里》。哦，我知道这歌也流行。对对对，好听。唱《春天里》。嗯，头一个节目我先开个嗓。啊，哎，我跟后台正化着妆呢。嗯，这边门有人敲。哦，一推开进来一人。哦，不矮，大高个啊。嗯，1.8米。嚯，哦，哎，这头发啊，往上立着。嗯，哦，往上立着，戴眼镜，戴眼镜，有胡子茬子，哦，进来。哎，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好。那个我打听一下，那个秦寿老师在哪儿呢？嗯，人指就那个。
那蹲那儿那个就是那个蹲着化妆的，在那儿呢。您连个座都不趁上、蹲着化妆箱。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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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您好，先生您好。那个自我介绍一下啊。谁呀？我叫汪峰。我汪峰拜见您来了。汪峰，我说汪峰，这哪个小孩啊？这是您不认识啊？多大的男歌星啊？这是、这唱歌的是吧？早上头条去了啊！我是咱们干嘛来了？你今天啊？那个，我今天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我也是道听途说，听别人说您今天头一个唱一个春天里啊。这个，反正啊，我是这么想的。这个好多粉丝们啊都知道春天里是我的歌原创。可是今天您一唱呢，您唱完了，听完您这个，再听我这个，不叫玩意儿了，知道吗？就是您看能不能这样啊？这样，今天呢，我给您垫一场，汪峰给您开场是吧？七点半一开，我先上，哎，我唱《春天里》，这样我脸上也有面儿，哎呦，我也能上个头条，您看行不行？您这面子，您不看我的面子，您看看子怡的面子，您看行不行？我一听有道理，那章子怡跟我爸关系好，那是啊，那练着我大姑，哦，那是我大姑，啊，就他们知道那事儿，你不知道那就是，这我大姑父过来求我，那您大姨妈的面子也得给啊，那是，对呀，给的面子，我说得了，姑父，晚上你先来，你先唱，晚上我这化妆啊，啊，晚上七点半准时开始。嘿，观众不行，等不及了，呀呀喳喳。汪峰站在升降台上，呲溜一起来，这音乐一起，刚一张嘴，再看观众，不行，欢迎啊！哎呦嚯，跟着喊屋里七零六八，七零六八，跟着喊，旁边有推的，看，不是禽兽，不是禽兽，汪峰，那等一会儿，可能第二个出来，咱等会儿再喊，汪峰上来先唱，唱这春天里，他怎么唱的？我学一学，学汪峰啊，春天啊。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他，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汪峰唱的真好，他一唱，我在侧目头一看，唱什么玩意儿啊？跟我那不一样啊！废话，跟你一样，他也没空调了，你这。哎呀，等着吧。愣挨着把这节目等完了，第二个节目我上了，该您了。我站在升降台上，音乐一给，升降台一起，我往这儿一站，现场10万、20万、30几万的观众，掌声不停啊！这现场没有掌声啊，就比这个还要热烈，还有热烈，观众都疯了。哎呀，差不多就这样，五里七里，就这，我就站在舞台中央，张着双手，哎呦嚯，享受着掌声的洗礼，哎呦嚯，足足10分多钟，我张不开嘴啊，观众太热情了。10分钟之后，稍微安静一下，我张嘴这么一唱，啊，观众都疯了。您怎么唱的？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就这一句一唱完，这10万多个观众，哇，这个好啊，这个走啊，那还不走啊，骂着街就退票去了。别说啊，真有1万多名观众没走，爱听，掉上面下不来了，去你了吧。